家好，我是小，现在是下午一点钟的样子哈，我要赶去坐飞机了。本来我是买到12:50的那个机票的，然后因为天气原因嘛，他就改签了，改到下午3:50多，所以说今天晚上要6点才到那个机场，然后6点钟我又要打顺风车打到老家去，今天比较赶。然后呢，今天我没化妆，也没穿好看的衣服，就穿一件这个比较慵懒的衣服，就是现在就准备出发了。好了，回家了。然后我们今天在哈还在深圳，晚上就在老家了，赶紧走。现在已经到机场了，然后要进去检票，是取票了，还是挺开心的。我现在要去取票，推了一个车，拿到这个登机牌了啊。然后我现在要去登机口了，还要坐地铁过去。看一下我。然后我现在已经到登机口了，大概还有2小时就登机了。今天来早了，我是害怕坐不到飞机，每次都是提前了的。而且我这个衣服穿得其实很方便，很舒服，我感觉。看嘛，好安静哦，这个机场啊。看一下外面，我觉得外面景色很漂亮哟。请您在登机前务必通过手机微信程序扫描航险屏幕上方二维码，自主填写健康信息声明，完成在线填报，感谢您的理解。还要在这儿坐一下，还要等1.25个小时，等到我怀疑人生。今天确实来早了，然后我现在好饿呀，又不想去吃东西，我觉得机场东西好贵哦。现在我觉得我以节约为主。哎呦，等到花儿都谢了，不知道还有多久才登机。本来这个航班它已经晚点了，终于要登机了。然后等他们现在，我坐在那儿等一下，懒得去排队，准备走了。终于上飞机了，把东西放这里，到时候下飞机的时候方便拿。我现在已经到四川了。都好看，土豆儿，土豆儿，走，走街上去。走嘛，走街上去吃烧烤。走啊，你还在收拾卫生呀？走，走，走吃烧烤，走，快点！哎呀，好饿了，我馋了，跟你们说。啊？你才是猪！我要吃苕皮，我要吃手抓饼，我要吃土豆，我要吃凉面。
我们来街上吃烧烤了，嘎。你先买冰粉嘛。姐姐，我下次上去只预备，我不跟你再添哦。要得，添嘛。我们现在在街上吃饭了，嘎。今天晚上吃烧烤回来，饿了。然后呢，今天我就平安到家了，嘎。哈哈。哈哈。我好幸福哦，姐姐。怎么呢？因为你要请我吃东西啊。好吃不？凉快嘎。嗯。回来当然就是好。看，吃烧烤了哈，吃烧烤吃哎，姐姐我还没化妆。